声音，就把这个石头弄裂开了。裂开了之后，走出了人类的最早人，就是我们泰雅族的祖先。所以我们说我们是石头蹦出来的人啊。好，这个鸟呢，就西利克鸟啊，西利啊。有些地方叫西利，那根据有很多地方的不同，有一些像我们中部地区的西。